欢迎来到为你读诗，我是吴希泽。今天是大年初六，又称送穷日，寓意在于送走旧日贫苦，迎接新年的美好生活。在这里先祝您新年快乐，万事胜意。一转眼春节长假就要结束了，想到接下来就要回归忙碌的日常生活，心里总是万般不舍。今天我想为你读一首诗人斯特兰德的作品，一首歌。我喜欢整夜躺着，像床上的一块石头。食物来了，我就张开嘴；睡眠来了，我就闭上眼。我的身体